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朋友们来到游天堂频道。那么今天红鹿哥给大家带来最新的中韩拳皇98C 的一个对抗精彩视频啊，来自一批韩国的大神 TC 对二批中国的拳皇98 combo 版本的一线玩家灯神啊，灯神123的对决。两人这次已经是第几次交手了啊？应该是不止第七八次交手了。双方都是互有输赢啊。BZ 这个玩家应该是，据说是这个在韩国是前98啊职业玩家，现在他也投入到98 combo 版本的一个研究当中。开局呢 ，BZ 已经依靠 King 打了一套精彩的连段，拿下第一灯。灯神中间是选择了板崎良，板崎良现在没有气啊。听这个角色，你给他三颗粒基本上可以带你走了。现在气不满，没办法打了一个十六连，漂亮，抓对方一个破绽，打了一个counter连，还有机会。哎呦，晚了，两颗气。我估计这次要跪了，死了，没有激活了，直接54连啊带走，这是要一穿三的节奏啊！灯神加油啊！同样，灯神手底选择了也是 King 啊，暴气，冷敌。不妙了，现在好吧，因为是手里的关系啊，可以强反，直接下前期下 B 啊，打一个中段，打一个下段，哎呦，这是要跪啊。灯神悬了，灯神真的是，我去，70连啊，直接一穿三带走灯神，非常可惜。好吧 ，BJ 的发挥很正常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朋友们关注，龙哥关注锦囊，拜拜。